张雨绮近日现身机场的时候，穿了一款很别致的两件套裙装，一半像是孕妇裙，一半像是公主裙。张雨绮在机场穿着的这款裙子，如果作为日常穿搭来看，实在是有一些过分高调了。内搭的肥大 T 恤其实和夏日孕妇裙很相似，不算多么特别，但是叠穿上一件极地的白色花边薄纱裙之后，又多了几分公主裙的华丽和隆重。一款裙装穿出两种风格，真的是佩服造型师的设计脑洞。在两件套的裙装设计中，张雨绮穿着的这款其实是比较常见的，内搭一款厚实的单品，外罩一层薄纱，既有层次感又不容易走光。像是张雨绮的这款裙装，不论是孕妇裙部分还是公主裙部分，都是以白色作为主色调，叠穿就很好的发挥了白色的浪漫属性，一点都不会觉得突兀。在颜色上则建议薄纱选择黑色或者白色，相对会更加百搭，也不容易看起来廉价。选同色系当然更加低调好穿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